几十万、几百万，没借钱却债务缠身。我现在凭什么认账？我完全不知道。一封信，一段经历，推动一部法规的修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寻求权力救济、寻求法律保护的一个直通车。备案审查规矩不可越界正在播出。五，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听取。2017年12月2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24日的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就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及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作报告。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开展备案审查，是宪法法律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法法律监督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提交审议，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尚属首次。我们知道，这个制定规范性文件说到底就是一个立规矩、定章程的过程。那么地方立的小规矩，你要服从中央的国家的大规矩，否则整个国家的法治就会破坏，整个国家就会处于一个无序的状态。所以备案审查主要起这么一个作用，就是说小规矩服从大规矩，地方的规矩服从中央的规矩，各个方面、各个部门的规矩服从国家的规矩。梁英主任介绍，备案审查制度表面上看针对的是各方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实际上它是通过监督来约束国家机关权力的行使，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在此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备受关注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被再次提及。2017年3月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有45位全国人大代表分别联名提出5件建议，要求对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关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的规定进行审查。2016年以来，法工委还收到公民提出的近1000件针对这一解释规定的审查建议。湖南的郝女士67岁，本应安享晚年的她，却深陷多起债务纠纷，涉案金额几百万元，甚至连她名下的房产也被法院强制执行。这些巨额债务就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有关。真的是不服，我说呢，这个钱呢，第一个我真的是不知道，他我也没有签字，我从来没有跟别人借过钱过。明明没有借钱，却背负几百万元的债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郝女士说，一切其实都和她的丈夫有关，而她最后一次见到丈夫已经是3年前的事。他有一天我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第二天就换了一件衣服就出去了，就像正常上班一样的出去了。从那以后走以后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音信。郝女士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回家次数很少，起先郝女士没有察觉到异常，但几天后她接到一个电话，说她借了钱，借了300多万。他当时跟我说，就当时我听了就吓得不得了。第二天那些人就到我们家里来了。郝女士说，自己对丈夫在外借债一事毫不知情，后来丈夫也联系不上了。郝女士害怕债主再找上门，就和女儿搬到了亲戚家。可是一年后，她无意间得知自己名下的房产已经被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冻结了，因为早在一年前，她就和丈夫一并成为2起债务案的被告，最终开福区法院对2起案件进行了判决。郝女士和丈夫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需偿还两位债主共计160多万元，并支付利息。郝女士名下的房产被法院拍卖，她本人也被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尊严，你说我是什么老赖，我实行了谁，我跟别人在真的是有口莫辩。郝女士想不明白，为何自己对债务毫不知情却会成为被告，她也想不通这样的官司她怎么会败诉。更让郝女士吃惊的是，她陆续发现自己牵涉了更多案件。我就到长沙市所有的法院都查了一道，一查了以后呢，才知道七个案子吧，好像有六个案子他们都是我们缺席审判的，我都没有参加。在这七起官司中，有六起都被法院判定债务属于夫妻共有。他借的钱也没有拿回来，我也没有签字，我找别人借钱。你说现在你说要判我和他一起还款，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真的是不公平。郝女士的七起案件十分相似，都是丈夫在外以工程款的名义借了巨款，随后债权人将郝女士和丈夫一起告上法庭。而郝女士败诉的案件在判决时都依据了同一条法律规定。的理由呢，我看都是一个字，就是婚姻法司法解释224条。这个债务发生在我们夫妻关系程序期间。郝女士所说的24条，就是2004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第24条，其中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所负的这个债务应当被认为这个共同债务，那么债权人可以向另外一方去主张诉求，都是可以支持的。如果你们当时跟我说了，我知道，我哪怕没有签字，我默认了，是吧？我说我现在凭什么认账？我完全不知道。离婚了，却还要替对方还债。近年来，和郝女士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不少见。这些当事人大多是在离婚后突然接到法院传票，才知道前夫或前妻背着自己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大量举债。而法院往往会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判定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在2015年的时候，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件，那么在全省将近3751例，我们收集到的案例数据，它比2013年已经增长了2.7倍，也就是说，类似于这样的案例这几年是呈一个暴增的趋势，而中间有将近80%是援引的24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在全国范围，这样的案件也越来越多。去年来，我们也收了大量的公民和组织针对这个司法解释24条啊，提出了审查建议，而且这个建议的数量可以说是在紧不住的增长，每天都有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24条的审查建议像雪片一样的飞来，就是不同的背景啊，他有的可能是专家，有的是媒体记者，有的是学者，有的可能是公务员，有的是普通妇女，有的是志愿者。大家都集聚在一起共同关注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涉及到我们这些关系公民切身利益的一些制度合理性合法性，那么不断的在寻求就是对这些制度合理性合法性的一种更好的一种改进完善的这样一种诉求。1527件审查建议，超90%建议审查司法解释，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究，保证宪法法律实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向终身发展。备案审查，规矩不可越界，正在播出。这么多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审查建议，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第24条存在缺陷。而事实上，当年24条的出台正是为了弥补民间借贷中的一个制度漏洞。
当时那段时间，特别在沿海发达地区啊，存在着非常多的这个夫妻一方，故意以假离婚，甚至也可能是真离婚了，来规避债务的情况。分割财产的时候，把财产转移到一方，然后把债务权给另外一方，最后就损害了债权的利益，让这个债务逃掉了。婚姻法司法解释2第24条强调了对债权人的保护，明确规定，只有在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务为个人债务，或者夫妻双方约定各自财产独立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才能不被认定为共同债务。在随后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司法解释的确遏制了通过离婚恶意逃避债务的违法行为，保护了民间借贷的交易安全，但是却忽视了对不知情的配偶一方的权益保护，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不良后果。总的来看，主要就是这个司法解释没有能够在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和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之间实现平衡，就是没有能够取得很好的平衡。从我们司法实践来讲呢，妇女的权利要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也要保护，对吧？那么怎么来在两者之间实现平衡，特别是怎么来个甄别出一些非法的恶性的美丽的这些诉讼，在这方面呢，这个司法解释呢可能还是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地方。2017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召开座谈会，邀请提出建议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进行沟通研究，推动解决有关问题。婚姻法司法解释2第24条这一社会持续关注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我们还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启动对司法解释的修改完善，就是有可能会出台新的司法解释，那取代原有的司法解释。像这种由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依法书面提出的审查要求或者审查建议，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进行的审查，属于备案审查的一种方式，也称作被动审查。12届全国人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共收到公民组织提出的各类审查建议1527件，其中2017年1084件。这是公民和组织啊，就是直接通向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寻求权力救济、寻求法律保护的一个直通车啊，一个非常好的制度设计。一个普通的公民就可以通过提出审查建议来撬动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2015年10月的一天，家住杭州的潘洪斌骑着一辆外地牌照的电动自行车，在途经杭州环城北路和莫干山路口时，被执勤的交警拦了下来。他告诉我，依据《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48条，的规定呢，要查扣我的一个电动车，并拖运回原籍。我当时感觉呢，这个规定明显是超过了一个必要限度，也并不知道。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呢，在限制通行的路段通行之后呢，会被扣车以及强制拖运回原籍。根据当时的《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驾驶燃油助动车、正三轮摩托车、营运人力三轮车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车辆在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除可以扣留车辆、依照后款规定处理外，对驾驶人处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依照前款规定被扣留的车辆，由市区县市人民政府收购、置换或者托运回原籍，托运的相关费用由车辆所有人承担。潘洪斌认为，该条例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之外，增设了扣留非机动车并托运回原籍的行政强制手段，违反了法律规定。
2016年4月，潘洪斌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审查建议，建议对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进行审查，请求撤销该条例中违反行政强制法设立的行政强制措施。地方法规只能在法律的一个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范围内再进一步规定，也就是说法律如果说没有规定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那么地方法规是不能够规定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虽然此事只是缘起于一辆电动自行车，但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和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根据审查建议，就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监督纠正。目前该条例已经作出相应修改，明确了只有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才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同时删除了托运回原籍、托运费由车辆所有人承担的条款。2017年，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的4位学者联名提出，建议对涉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中关于超生及辞退的规定进行审查。上海大学等20多所高校108位知识产权专业研究生联名提出，建议对地方性法规中规定的著名商标的制度进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均已致函有关地方人大常委会，要求对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修改、清理或者废止。有的是公民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向我们提出审查的建议，寻求法律的救济；有的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本领域当中关注法治进程、关注现实问题，它不一定涉及到自身切身利益，但他认为是国家制度进入了一些根本的重大的问题，那么他从这个公民啊、从专家呀、从青年学生啊这一个角度对国家制度建设提出建议，推动国家制度的变革，推动法治的进步，这都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在备案审查工作的实践中，除了采取依申请进行审查的方式外，依职权进行的审查、有重点的专项审查等方式也是开展审查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式。这里是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甘肃青海交界，是黑河、石羊河和疏勒河三大水系56条内陆河的主要水源涵养地和集水区，它在维护中国西部生态安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被誉为河西走廊的生命线和母亲山。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保护区所在地方各级政府违法决策、违规审批、监管失职，造成祁连山局部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自然保护区满目疮痍。2017年6月，在党中央通报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刻教训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专门规定自然保护区的49件地方性法规集中进行专项审查研究，发现共有36件与环境保护法有关规定和国务院自然保护区条例禁止从事相关活动的规定不一致。到目前为止的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向我们书面反馈了这个研究清理的情况，目前已经修改了有几十件，那么还有几百件，下一步要进行修改或者是废止或者是完善。在备案审查工作中，备案是审查的前提，备案的目的是存案以备审查。国务院、地方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公布30天之内
要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制定机关依法及时将规范性文件按要求报送备案，直接关系后续审查工作的有效开展，也是制定机关自觉接受监督的重要体现。截至2017年12月上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共接收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4778件，其中2017年接收889件，备案审查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通过备案审查制度，确保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与宪法法律保持一致，防止有关部门使用权力的任性，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按照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备案审查工作，保证中央另行禁止，保证宪法法律实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整合资源，加大力度，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监察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规范权力，保障人权，人大立法让改革于法有据，体现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举办立法监督。二审监察法草案一线正在播出。2017年12月22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会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世石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二审稿的修改情况向常委会作出说明。党的修改报告明确要求制定国家监察草案修改完善过程中，严格遵循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思路、原则、举措和制度安排，充分贯彻体现党中央的精神。监察法草案自今年6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起，就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2017年10月7日，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在中国人大网等网站上全文公开。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中国人大网共收到3771人针对草案提出的13000多条意见，这一数量创下了今年以来人大立法工作的记录。目前社会上对这个监察法呀、比较集中的关注的4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大家非常关注的是关于人大的职责，就是在这个监察和监察法的实施过程中，人大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第二个，社会非常关注的是监察中的人权问题。第三个，非常关注的是监察机构的规范化。第四个，非常关注的是监察机构的自我监督和追责机制。赵白鸽委员所提到的监察机构，是指我国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各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根据监察法草案中第3条的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依照本法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而这一机构的设立，与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工作中出现的监察范围过窄、机构力量分散等问题有着密切联系。以前我们这个反腐败的机构的力量比较分散，通过这次监察体制的改革，我们相当于把中国现有的主要的反腐败的力量资源把它整合在一块。为了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的反腐败体系，2016年12月25日，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山西、浙江3地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在试点地区省市县3级设立监察委员会，行使监察职权，同时撤销监察厅、预防腐败局、
以及检察院反贪污、反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通过将相关机构职能和人员转隶至监察委员会，实现反腐力量的整合与加强。经过不到一年的实践，各试点地区的监察体制改革取得实效。以山西省为例，今年1至8月，山西省共处置问题线索30,587件，立案11,261件，处分10,557人。经过试点，我们也发现了问题，应该说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探索了很多这个好的做法，也为立法应该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经验和素材。在总结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会议决定，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这意味着监察委员会将正式成为我国反腐工作中的新常态。而作为改革的制度保障和理论依据，一部国家层面的监察法制定就显得尤为关键。通过监察法的方式来赋予新设立的这些监察委员会相应的职能权限以及相应的调查措施手段，同时要规范监察委员会的各项行为，确保在依法履行监察职能，也实际上是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来明确的给出一个这个具体的路径，就监察委员会如何产生，如何来履行职责，都有相应的法律上的保障。此次提交常委会审议的监察法草案，积极回应了征求意见稿中各方关注的问题，并进行了多处修改和完善。草案的第二章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方式和职责作出了规定，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县级以上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对于监察委员会的这一产生方式，在香港廉政公署行动委员会有过多年工作经验的谭慧珠代表表达了自己的赞同。负责反贪防腐这个重要任务的负责人，再不由中央高层委派，而改为由人民代表选举产生，反贪防腐的工作也是向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交代，再不是只是对党和中央高层的交代。这个改革我觉得意义深远，可以引起人民群众对党和中央政府的信任。监察独立对于监察委员会这一全新反腐败机构的运作至关重要。草案的二审稿修改时，在总则部分的第四条特意加入了这一内容，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的核心的价值就是在草案的第四条，就是能依法公正查处贪污渎职的行为，没有人能包庇这些非法的行为了，也没有个人或者机关或者社会里面的团体可以干涉那个反贪的工作。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所提出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草案第十五条扩大了现行行政监察法的监察机关的监察范围，明确提出对六类相关人员进行监察，包括国家公务员法所规定的国家公职人员，由法律授权或者由政府委托来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体育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群众自治组织中的管理人员和其他依法行使公共职务的人员。而对于这一条中的部分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认为还存在可以完善的空间。十五条第四款，这个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我有点担心呢，就是因为在这些机构当中啊，他有机构事务的管理人员，他还有学术管理的人员，比方说这个学术委员会，这学术委员会也有一定的这个管理的责任的，但是他呢跟那个学校的领导班子呢好像还不是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相当于一种志愿服务这样的意思，他跟这个公职或者参公管理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里呢是不是在斟酌斟酌。监察法的制定出台使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巩固，建立起监察委员会这样一个高效权威集中统一的反腐败机构，但监察委权力的增大同时也意味着责任的增加，此次监察法的草案中突出了规范监察权力运行和依法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利的内容，其中被外界广泛关注的留置问题在二审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明确。所谓留置，是指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并具有相关情形时，监察机关经过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画面中的人名叫李华，原是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财政所的一名出纳，因涉嫌挪用公款，2017年4月，李华被通州区监察委立案调查并带至办案地点后，区监察委工作人员向李华宣布对其采取留置措施，他也成为北京监察体制改革后首位被留置的案件当事人。被调查人李华因涉嫌挪用公款，本委决定对其留置，进行处罚。在这个留置期间呢，监察委的这个领导呢找我来进行谈话，首先是把案情了解了，然后帮我分析我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最后违法犯罪这种情况嘛。啊，李华的案件呢，因为他第一个他属于案情比较重大，主要是金额761万，第二个呢他因为年龄比较年轻，思想负担比较重，我们担心呢李华在我们调查期间可能出现一些逃跑、自伤、自残等等这种情况，对其采取的留置措施，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这个案件呢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同时保证这个李华呢在调查中不出现其他的问题。作为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重要手段，留置的审批程序和使用期限都有严格的限制。而在此次二审稿的修改内容中，除了重申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提供医疗服务以外，还增加了保障被留置人员安全的内容，并对违规发生办案安全事故等情形做出了追责规定。用留置取代了两规的措施，体现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反腐败。所以我觉得这个二审稿啊，这样的一些表述，对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保障。监察法草案中对监察权限和程序的严格规定，使得监察机关的权力运行规范而有序，而规定的贯彻执行则需要强有力的监督机制。除了同级人大和上级监察部门的监督外，草案的二审稿还提出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坚持了新人不能代替监督的原则，加强了监察机关自我约束和监督制衡，从制度上来防范了权力滥用。此外，本次监察法二审稿的内容中还对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衔接程序、保障被调查人经济财产权利、技术调查措施的适用范围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修改和说明。在分组审议的过程中，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为草案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